我是能领八百多块钱吧，我是拿出200块钱给我弟买学习用品，下来就当生活费，都差100块钱坐车，就让他存钱300块钱。都十几天了，你也不回家，你也不给我打电话。 大哥，这跟人家我有文化娃都不一样。我来到学校，你问谁？你问不到学期，你还哄人？俺家就没去嘛。你早去就没去，你早去跑大队去了。